你今天迟到了5分钟。我有跟你约过时间吗？没有，不过比平时晚了。我今天买菜的时候呢，碰到了一个老奶奶，她说我好可爱，非要便宜我20块钱。我说你一个人出来卖菜，做生意很辛苦的，我每天都可以过来买，我们就来来回回，耽误了20分钟。既然是这么有爱的老奶奶卖给你的菜，不能浪费了。今天我来做吧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做就浪费？没有，只是想犒劳一下你。犒劳我？你犒劳我，应该让我躺在宿舍呼呼睡大觉。我要是都做了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再来训练？算了。做饭，过来搭把手。天天让我打扫，真是又不脏。多本啊，偷偷藏起来，自己看，不分享，还骗我看古书，嗯？特意给你买的，还没来得及给你，被你发现了。骗人！你有这么好吗？肯定是有什么企图。是不是这样，你就可以留在我这里久一点？那里面还有2本烹饪教学，你以后能不能做一点人可以吃的东西啊？是爱家，爱家还画了我画，你怎么有这张照片啊？欺负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况且，他背后还有一个人，没有露出真面目。那你怎么现在才给我？因为这张照片，昨天才出现。啊，你个小机灵鬼，还会 PS 了？事情总要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。